可怕了，现在下应该是还好。我们是有挑战过优芙的人了，这一点都算什么？等下，我等下手要这样，哎，我手要这样可以吗？那你不要打到我啊！应该手这样比较好吧？你为什么要敲到我的头？这样子。哦。那 OK， 这蛮紧的，应该还 OK。还有心情看风景，哇，好美哦！我只看到一大堆树。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 OK。OK 吧。应该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垂直的比较那个。哇，停住了！这是要我们对这个世界做一个美丽的探望吗？我们在旋转了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下要去坐那个。对，日月潭缆车。这里就可以坐到日月潭缆车。这次我们在上面玩那个猜谜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这样不错。哎，爆谷了，爆谷了，爆谷了！快倒出，再倒退下去吧！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根本无预警的。不要！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啊，我的这边可以抓，这边可以抓，好啊，抓这里。抓好，抓好，抓好。无预警的，好可怕哦！那是小菜就对了。Oh my god！OK 啦，应该下去很快啊，就是大概几秒钟而已。刚刚是背要先来一次，接下来要正面的哦，很高哦，非常的高。哎，哇，美丽的世界。我等下以右手好了，我说左手。美丽的人生。不要，我等下走不到了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准备了吗？好，准备了啊、哦。我全身湿了，有吗？因为你绑得那么紧，当然没有啊。哦，是好是好啊。啊！哎呦，怎么？深海鱼雷吗？好可怕！怎么这样啊？结束了还来一次。哦。好好玩哦。好玩好玩。那还蛮好玩的。那很好玩。哦，越来越来越，救命啊！哈哈，敌人攻击啊！想骗我？哦，又一台枪去了、欸。是吗？哦，哇，他在模拟战争吗？我要找到。这也太惟妙惟肖了吧！好有心哦。等一下，有下雨吗？有点飘雨的感觉。有点的话，应该是哦。对啊。那台雨是不用拖了吧？啊，结束了。哦、啊，而且它下来的时候还会这样子上来，有，对啊，就是那边有没有啊？下来之后它呼上来，脑袋一边后摆，哎呀，倒退也很好玩，就让你那个倒退，然后面向后面，然后别人站你一样，好刺激哦！啊，好了，我们要进港了。为什么如刚刚想玩那个，要这个不敢啊？这个其实好可惜哦，没那个好玩的，对啊。Hello， 嗨。